走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。你是基督徒？剩彰化这个啊，还在努力啦。啊，你不买啦？短短12分钟的微电影，有幽默对白，也有感人的兄弟情。最后主角找到了让他生命不一样的爱。你以为这是专业电影公司拍的作品吗？很多东西没有经验，从来没有发生，就是没有经历过。你没听错，这部微电影从演员到幕后制作人员几乎全都是素人，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遇见了改变生命的上帝，想拍电影把这份爱分享出去。其实是什么呢？它是一个那个陶瓷，然后打破之后把它融合起来，用一个亮亮的一个金的一个东西把它融合起来，一个技术，所以它变得更加漂亮。你卖出去那个原来的其实没有价值的，你卖那个破碎的其实是比较贵。第一次拍片就入围华人福音微电影金鹰奖，团队都觉得不可思议。还好靠着祷告，让措手不及的挑战也能平安度过。从那天我们开始竹坛开始，就很多神迹就发生。我们拍摄前一天，就是我们的摄影师突然间受伤，就不能拍，根本觉得是不可能可以找到人。但是很奇妙，就过了几个小时就找到了。这个团队是歌手黄美珍与老公张瑞哲一起带领的教会小组。拍片过程有许多奇迹发生。他让他们周边的朋友也感受到他们的用心，他们的爱，而且很多人因为这样子来到教会，他们的生命也改变了。希望是透过这个让人家知道说，有时候其实我们虽然很破碎，就是我们遇到很多的挫折，但是我们就是不要 focus 在自己的身上，就是我们要去关心别人，去付出。当你这么做的时候，你其实不是在帮助别人，而是在帮助你自己。素人也能拍电影，只要你有好故事想分享，目前幕后都将成为别人生命的祝福。记者吴云轩、姚婷婷，台北采访报道。